那今天呢我们跑出来做一期这个比赛哈。这台呢是珍藏很久的莱卡的 M3， 它的编号呢是900开头的，它是1957年生产的。然后呢这是之前我做过一支视频的莱卡 M10 Monochrome， 这是莱卡到目前为止最新的一台机型。所以呢今天我们两台机器做一个有趣的对比，第一代的莱卡 M 和最新一代的莱卡 M。 然后呢这支镜头呢是莱卡第一代的 35.1.4。 知道莱卡的历史的同学呢都会知道说莱卡第一代的 1.4 它有个特别的名称叫做钢嘴，而我这支镜头呢是最新的一代的现行版的35mm 1.4。 所以呢其实这两台机器呢是蛮有一个比较性的最早的镜头、最新的镜头、最早的机身、最新的机身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。经过了60多年，其实莱卡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变化，但是你说没有变化的话，它的变化还是很大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用同样的这个镜头、同样的机身，一个用胶卷，一个是用数码来做一个对比。弄完的这个照片我洗出来，然后现在在这边进行一些翻拍做一个比较。这台相机真的是所有的 M 系统里面操控最棒的一台相机，它的快门声清脆无比，它的用料扎实十足。当然它里面有一些遗憾比如说35毫米它必须戴个眼镜否则的话它的取景框只支持50毫米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倒片的这个拨杆真的拧起来真的是蛮手疼的。另外呢 M3 呢它是没有一个快速上片轴的， M4
或者 M2R 以后才有那个快速上片轴。那快速上片轴真的也是个蛮不错的一个发明，上片真的快了很多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它的这个总的一个操控啊，真的是非常的舒服，声音快门声音清脆无比。和 M10N 相比 ，M10 的那个快门声音软肉轻，这个快门声音才是真的是好听。B 站上有一个 UP 主专门是用来，给大家听那个快门声的，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。这台相机奠定了徕卡后面几十年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工业基础，它的声域，徕卡所有的精湛的这个工艺，它的所有的情怀都凝缩在这么一台相机上面，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标志。所以我们现在抚摸这台相机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去重新爱上它，但它真的是一台经典的永恒的相机，值得大家一生品味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